湖人雷猪猴回来了，呆足一周超诚意。我以为，我自己以为是可能是 76ers 或是纽约，我从来没有听到 LA。台 NBA 球星林书豪回来了，才刚成为湖人队成员，林书豪今天就飞来台湾。林书豪晚上8点将抵达桃园国际机场，预计在台湾停留一周，下周三晚间离台。他在台北前一站上海站时，对中国球迷坦诚，加入湖人队与 Kobe 及奈许同队完全是计划外。从进入 NBA 之后，这些年来，除了他在尼克队掀起了林来疯之外，发展的不如预期，特别是火箭队期间。不过这一次到湖人应该不一样了。他们有跟我说，我会打得很久，我会打我猜比火箭巨人打得比较多。林书豪在台湾期间，除了主持个人训练营并出席慈善活动外，也会跟球迷尬球哦。豆新闻综合报道。